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Anyu的地方，还有金融公司在跟我们抢生意。要么就是脑子进水了，要么就是钱多的没地儿花，要么就是被人忽悠了，在这儿开店，还开在了我们头上。他想干嘛？他难道还想在我们头上拉？ 上个月要不是米露和周敏的大单，我们才涉险过关。虽然我这个人很招财，但是也不可能每个月的运气都这么好吧？这个月怎么办呀？简直就是雪上加霜。要不然趁他们开业之前，赶紧告诉他们一声，在这开店没前途的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们家楼下总有那些生意不好的店？ 两三个月就死掉了，不就因为没人告诉他们呢？有道理。啊，那我去告诉他们吧。嗯。来，你告诉我咋想的？ 你咋想的？把店开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？你不会真的为了安宇吧？要是真的是呢？你脑子是进水了还是进水了？你有钱多的没地儿花呀？你还摆个这个大理石的？你挺有钱呀，一天天。这门你花多少钱？ 品味还不错哎，比我们店可是高档多了。看这些雕塑呢，也是有审美的。那完了，我们遇到对手了，这怎么比啊？先不能认输啊，对不对？再怎么说，这片的经济也是我们搞活的。就是啊，我们还跳广场舞呢。 谁啊？你好，是装修师傅还是我们未来的邻居啊？我们就是过来看看的。有人吗？Hello。